好的，主播，各位观众，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一名妇人身穿咖啡色上衣躺在担架上，消防队员拉起绳索，从五层楼高的地面吊挂救起妇人。这起事件是发生在桃园大溪北横公路7.5公里处百吉隧道口。今天中午的时候，这名50岁叶姓妇人因为晕车，所以下车休息，但疑似为了拍隧道口前的风景照，身体靠着护栏拍照，但不小心坠落五层楼下的边坡，一动也不动。而当时在车上滑手机的儿子突然听到爸爸大叫说妈妈已经失足坠下，目睹现场过程简直是吓呆了。消防队员到场后呢，是紧急出动吊挂到平面道路救起妇人，但不幸已经往生。